第40题，小球自 O 点滑下到另一侧的斜坡，其速率对时间的关系图应为下列何者？小球在 O 点的时候是静止，往下冲越来越快，再滑到斜坡上，再回复到静止。所以呢，选项 D 呢是不会对的，因为呢，它一开始的速度呢不是零，而选项 C 呢也不会是对的，因为到甲乙丙的时候，它最后没有回到静止，选项只可能是 A 跟 B 有可能对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甲，它走的距离比较短，它就回到静止了，所以它的回到静止的下降速度会比较快，而丙走的比较长，而它才回到静止，所以它回到静止所走的那个变化的速率会比较慢。比较像 A 这个样子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想 ，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甲这里所围出来的面积比较小，走的位移比较小，丙围出来的面积比较大，走的位移比较大，所以我们答案应该是像 A。所以第40题问，其速率对时间的关系图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